认识。回去了，光着脚啊，走走走走。走这起抛尸碎尸放几箱？放几箱放的？放几件？放了个五六件吧。五六件。过去八次，万一不气味了，人家他是一股怪味。嗯。过么的？行吧，我说，开始人家们他不会，这车里放那能不能出去？你用的是哪个刀？没有。没有刀。没有证据。谁有一个小姐？你就在过去。经过刑侦人员勘查，邓某居住的出租屋内正是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。经过审讯，邓某交代了作案的动机和过程。2005年11月14日，汪老汉到他的住所去串门，邓某提出要借钱，遭到汪老汉拒绝后，两人发生了争执。邓某恼羞成怒，当场将汪老汉杀害，并分尸藏在家中。之后他找人替他取走了汪老汉的存款，没想到这竟是一起因借钱引发的案件。汪老汉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省吃俭用存下的钱，到最后竟然要了他的命。